活在天父的同在里，恢复天父儿女的身份，拥抱天国尊荣的文化，让人经历天父的美善，行出在地如在天生活。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又见面啦，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空中主日学。愿上帝祝福你们每一天都开开心心，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咯。奇妙。
小朋友们可以在九月份的时候请你们的父母到办公室来索取这一份的灵修材料哦。小朋友们可以按照这个九月及十月份的这个读经表呢，每一天读一段的经文，并且呢踩上颜色，两个月后将这一份的灵修卡交上给老师哦。老师会预备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们，而且呢在这个读经卡上呢也有一些的读经指南，所以小朋友们可以请你们的父母来办公室索取哦。 Hello 小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这个星期要听的是士师记，上帝如何拣选士师为以色列打胜仗。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故事吧。十二支派胜利回到自己的土地后，并没有将迦南人赶出去，还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日子久了，他们的子孙忘记上帝的恩典，他们跟着迦南人一起跪拜偶像。于是上帝惩罚他们，让敌人攻击他们。于是以色列人求上帝饶恕他们，上帝是慈爱的神，所以拣选士师带领他们打胜战。第一个士师是俄陀涅，上帝与他同在，以色列就享有40年的平安。第二位是唯一的女士师狄波拉，她与巴拉一同上战场，她是一位勇敢的战士。第三位是耶佛他，虽然她是妓女的孩子，甚至被赶出家门，但以色列遇到战争的时候，她还是愿意成为领袖，带领他们打胜战。不管在以前还是今天，我们只有一直依靠上帝，才能过平安的生活。小小问题一：十二支派回到自己的土地后犯了什么罪？二：以色列人离开上帝后就发生什么事？三：当以色列人哀求上帝的时候，上帝怎么做？四：上帝拣选的第一位士师是谁？五：以色列内的第一位女士师是谁？一起宣告，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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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死我虽定难祷告，我的话耶和华听得到，每天太阳升起我也不忘记，感谢他赐我今天多美好，美丽的蝴蝶上帝创造，我看见心里赞美祷告，就算在学校里要祷告不容易，我心里祷告上帝听得到，我虽死我虽低能祷告，我的话耶和华听得到，在夜晚我呼唤上帝在我身旁，我虽死我虽低能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随时都在听我们的祷告。我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每一天不管走到哪里，在做些什么事情，我们都能随时祷告，因为天父爸爸你喜欢听我们的声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